个可以当成帽子哎，阿宝头翻过来给妈看一下，好可爱哦，阿宝你好特别。巴黎铁塔好像到了一个时间就会不断的发亮，我们刚刚好看到了这个时间，啊，没了。That's it. Okay. 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巴黎的凯旋门，好多人哦，很多观光客哦。一出地铁之后呢，就看得到，所以很壮观。哎，阿宝，啊，不能去踩水。阿宝看到水坑就去踩水，他下雪佩佩猪啊，看到水坑就去当马蒂帕斗在那边跳。OK， 现在呢在香榭大道上面，今天的天气有一点阴沉，所以不过还是还不错的，至少没有下雨。OK。是很有名的马卡龙店和点心店。人很多，要排队。The bakeries, just the art they put into it. That's what they're known for, right? Yeah. It's impressive. That I definitely miss when I leave. Abba, you eat yours, give everyone to see. Delicious? It's all the bar macaroni.门好好金，好金光闪闪哦。我们现在在罗浮宫的前面，我现在在罗浮宫前面的一个花园，快到了，现在有点下着毛毛细。现在来到罗浮宫的前面，有三个小朋友，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。他们在叫鸽子 chicken， 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喷水池，罗浮宫应该就是那个蓝色屋顶的，很漂亮。要不要坐椅子休息一下？宫的前面应该算是正门了。OK， 这就是罗浮宫了。我们有带小小孩，所以我们不打算进去。